好，多谢大家。我从艺三十几年，总的来讲，我是非常非常之幸运，能够一直在我的艺术道路上，是不断不断好多名师去指点我。我刚才唱的经文大鼓，他是中国的一代宗师骆玉生老前辈，他教我这首经文大鼓，令到在我的演唱当中是吸收了好多好多。我的师傅是白燕仔老师啦，李丹红老师啦，咁我仲有一位老师，我阵间先唱佢嘅曲。我依家咧今日嚟到温哥华，我一落机咧就感受到非常非常之温暖。除咗我哋主办单位林世图粤剧学院聚艺社，佢哋好多好多同学嚟接机之外，仲有我台山好多乡亲，我哋台山嘅会馆、台山一中校友会，我哋陈氏咏春学。好多好多的乡亲来到机场接我，我真的好感动好感动。我是饮台山的水长大的，那今天我有好多同学在美国过来专门来捧场，我想在这里唱一首台山民歌给大家听，好不好啊？像是乡村的毛林的欢迎了桥乡来了，八将啊啊啊啊！好唔好样啊？其实我细细个咧喺学校咧就识唱台山民歌噶啦，不过净系识依一首，所以三十几年我都记住依首台山民歌。